家人们，下午好啊、哦。下午我们在户外自然光的一个环境下啊、哦，我们要来跟家人们分享一款这个国食精品寿山石名家老姓朱砂芙蓉的一款这个小摆件啊、哦，小摆件，海的女儿，海的女儿啊、哦，这个是林飞老师早期的一款作品啊、哦，这个海的女儿这件作品，在我手中差不多将近有二十年的啊、哦。差不多有20年。老姓朱砂芙蓉的这个品质哦，真是没话说哦。这个也是早期才有的这种石头哦。后来新出的一些芙蓉精啊，或者是半结晶的芙蓉啊，质地都很难超越这种朱砂芙蓉这种蜡质性油性油润度非常高的这种芙蓉哦，品质都很难跟这种老石头来相媲美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林飞老师利用这个白色的一个部分啊、哦，做一个俏色巧雕，雕了一只这个小海豹哦，小海豹。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件作品哦，可以说是超级哦，超级超级的难得啦哦，不管是石头也好，工艺也好哦。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收藏品啊、哦、天花级别的收藏品，像这么精美的作品啊、哦、我们给到家人的这个价格啊、哦、也是相当实惠的，也是相当实惠的啊、哦。那么有喜欢林飞老师作品的家人们啊、哦，可以到我们长生阁的卖场上啊、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啊。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感谢家人们的欣赏。